千古论话语，谁是投资？你觉得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周天娱乐台金装岳飞，你高手不懂中秋庞卷夜，非常的巧妙。九月十九日晚间十一点，中天娱乐台2013起舞黑牙。我问你，我是要到这么快问呐？你到底问我吗？你刚是讲你改变你的艺名呢？我是那种爱做工的设计家，你听不来啊？沈春华来首。他尽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为一个家庭去打拼，这是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的。他现在呢，成熟了，我觉得跟我以前刚刚见到他那个小女孩的形象完全不同。加油！我希望你每天保留你的活力，保留你的童心，去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。这是我对你的祝福。大家认出来了吗？这个就是田妞的姐夫，也是田妮的先生岳华姐夫。他每天跟我在一起啊。I know， 但是你不知道他出现在我。他送他上飞机。对呀。